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Redmi 2023新年发布会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开60宇宙，首先是开60 Pro。这一次我们开60 Pro 的设计理念叫刀锋战士，我们还有白色配色，还有一个绿色叫幽芒，搭载的是 G2 代骁龙8，内存方面搭载的是 LPDDR5X， 搭载的是 UFS 4.0， 我们还有 16GB 加 512GB 的大内存，我们搭载了 Redmi 史上最大的 VC 散热板。我们的性能跑分能跑到多少呢？130万分。我们有一个狂暴引擎，就是我们 Redmi 所有的调教技术的一次集大成。我们还搭载了自研的电竞触控系统，搭载了一块更高端的两开中国屏，亮度1400尼特，色深方面12比特，还支持 P3 全链路的广色域，它还是一块护眼屏。这就是我们跟华星光电一起打造的更高端的两开中国屏。影像首先搭载的是索尼 MX800， 也搭载了 OS 光学防抖，搭载了小米影像大脑 2.0， 120瓦的快充，5000毫安时的大电量。这次我们支持屏下指纹的极速解锁，它既是你的校园卡，也是你的交通卡。出厂搭载MIUI 14。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无线充电，我们支持所有的2022新能源汽车的无线充电。首周购买我们开60 Pro 的，只要你加49元，你就可以把这款无线充电器带回去。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3299元，5个版本，16加 512G 4599。我们要打造开系列历史上最强的标准版，搭载的是基带骁龙8加，在散热方面5000平方毫米的这颗大 VC， 同样有 16G 加 512G 的超大的内存，它的跑分跑到了112万分。它也搭载了狂暴引擎，首款的高端的全素皮机身，我们把它叫素皮青蓝，4个颜色，两开中国屏。它同样支持 Pro 同款的无线充电，续航方面我们继续5500毫安时的大电量，我们也支持快拍相机，主摄搭载的是6400万像素，也搭载了 OS 光学防抖，小米影像大脑 2.0 也全面赋能，其他的同款的体验呢也全部都有。开60的价格是2499元，一共有5个内存的配置，现在已经开启了预售。 Redmi Watch 3采用了 1.75 英寸的 AMOLED 显示的大屏幕，在清晰度、流畅度还有我们的亮度方面提升也是非常明显，也支持了蓝牙通话的功能，我们也支持了血氧功能的检测，它的续航能力啊也高达12天。我们把它的定价呢定在了499元。 Redmi 手环二代，我们有1.47英寸的方糖大屏，6种颜色的亲肤腕带，售价呢19.9元起。我们支持血氧检测，还有心率检测。我们有14天的一个超长续航。我们把它定价呢定在了169元。Redmi 84青春版啊，我们为你准备了4款早春活力配色，而且它是一个半入耳式的设计。那这样一款多彩的 TWS 耳机啊，我们把它定价呢定在了149元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 K60 宇宙的第3款手机产品，我们的 K60E 啊，一款定位性能轻旗舰的手机。我们为你搭载了天玑8200的旗舰 SoC， 安兔兔综合跑分啊91万分，狂暴引擎 1.0， 2K 的直屏，55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，而且搭配了67瓦的满血快充， OS 光学防抖的相机，定价呢定在了2199元。3款颜色，4个不同的版本组合啊供大家挑选。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搭载了骁龙 778G Note 12 Pro 极速版，1亿像素的传感器啊，极速直出，而且呢我们还有5000毫安时的超大电量，还有67瓦的有线充电。我们有3款配色供大家选择，定在了1699元。那年底了，小米科技年货节也到了，我们最高啊有直降2500元的一个优惠补贴。那12月31日起呢，来小米之家还可以领取我们的新年红包啊！提前预祝大家2023年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我们2023年再见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